搞什么名堂？一整天都没见人。丽丽，嗯，来充电宝没？我手机昨天晚上还忘充电了，没电了。没有。哎呀，行吧。西部世界第一次探险，奥利给！怎么杜雷也在？李小川。我操！有点不太想理。梅哥，李小川，我给你30分钟的时间，你马上到我家来，要不然我就把那段视频公之于众，让所有人看一看，一个妄图搞婚恋软件的人，自己的感情是有多失败，他是一个多狼狈的人。哎，对了，不是。那个，我哥喊我现在回去。现在？那，你就跟他说你在加班嘛。袁硕虽然是你哥哥，但是你也不能什么都听他的吧。我哥喊我现在回去。那可是我们东西都还没开始吃，帐篷都已经支好了。没关系了。现在有事就先回去吧，下次我们准备充分一点再来，时间机会多的是。走吧，走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袁帅也真是的，急着找你回来，又不说什么事。不管什么事情，赶紧回来就对了。他不会有什么急事吧？不会吧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去吧。